Cousins 在比赛当中其实有受伤，不过是一个很轻微的伤势，也是保险起见，就是他只打了20几分钟，这边扇了一个火锅。整个系统情况下都是在靠球员自己个人的单打能力，其实这也是紧急临危受命啊，来加入球队打了海神最后的9场比赛。可这个球海神的进攻发生失误，前面是高景伟上篮得分。对，其实，在海神的系统里面的话，其实 Scott 在整个ball screen 的进攻上面的话，是决定能够带海神走多远的一个很重要条件。也不算是完全同形态的后卫。对，但是因为海神的主要的 Joyce 教练的主要系统是建立在一个控球后卫的一个中锋的攻击上，所以就变成说 ，Kiwi 底线的一个空档，哇，出手命中。策略上设定上来讲，其实会更为的要求，对，然后针对性会比较强，在比如说在球员各特色针对性上面的话，比如说射手跟不是射手针对性防守就会变得比较多。那海神这边也把唐维杰换上来，今年对唐维杰来讲，也在球季的后半段慢慢找到了比较稳定的上场机会。对，因为 Joyce 教练在后半段的话，吴冠亚再找到艾伦。这个传球线被克罗马给影响到，克罗马把球抄走，蒋公又是一个超攻上篮。换言之，现在就直接就是把斯考特斯考当成是 Brickman 来打。对，所以在海神这一个斯考的这一个最后，18-16，斯考特这边再传球又失误了，哇！首节海神发生6次失误。他整个 size 又能够制造出一个 mismatch 的话，现在变成说你的内线的优势会是在五道这边。马上看到五道这边，是乔的再给到库萨斯这个球，哦，有被 Cousins 抄走，但是表弟的球 ，hand off 给到 Scott， 这个地板球进去，哇，哇，吴小景这有点想得太理所当然了，直接被 Cousins 定板。哦，对，所以你看双大的禁区优势在防守端可以显现得出来哈。查森是切入换左手拿下这两分，现在22-18。对，因为其实在攻击的如果快的情况下，如果当你的外线出手选择没有那么好的时候，其实对方转换中的机会也会变多。那阵容配置上面，他又有小高跟小安可以去做一些处理球动作的时候，所以其实在双大的阵容上面，篮板这边进攻篮板掉到艾伦的手上。其实今天海神的锋线球员，本土锋线球员很喜欢来打禁区啊。于焕雅上来，卡森这边帮忙防守，应该没办法了。斯考特也好，或是于焕雅，因为如果你不设定他，他大部分时间他都站在外面。那这边冠军教练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，云豹上半场其实他们进攻上、想法上、他们的策略上是比较单调，对，有突破篮筐的情况下，大部分都有好的结果。对，那在篮筐底下也很明确的，它就是一个无解的点的时候，那教练端在设定这个战术时，你攻下8分5篮板，另外还有2次助攻2超截。好，云豹这边又把球抄走，小安上篮得分。看小安一个加速进去，避开了苏文卢的一个。最近在云豹这边是打了一波12-4的攻势，在第二节比赛前还有3分40秒，这个球给的非常的隐蔽。哇，陈俊庆，黄胜再把球救回来。他在背后运球，在两个人当中硬挤出了空间。要去做一些思考跟改变。好，现在只能再把艾伦给换回来。艾伦假 hand off， 这个传球被黄镇给干扰到。哇，吴一冰现在要扛威廉斯，分位上还是处在劣势。哈顿这边给到了黄镇投进3分球，长篮板掉到 Kiwi 的手上。哈顿直接传到前面 ，Devin Williams 双手暴扣。波都是让 Kuzas 去打到他的 post。林振宏这个球被抄走，海神团队第16次失误。Cousins no looking pass 找到克罗马，攻势没有收到结果，又回到了云豹手上。哦，
所以你看 Cousins 在做完 pick and roll 的时候，他的移动的范围很小，所以其实在 Cousins 做 pick and roll 的效果不大的情况下，那单打他还是让他去补位，然后你后面的化学变化 Kuzma 的点才会出得来。Cousins 目前是三分、十篮板、五助攻，但他是两次的犯规。高景伟掉到篮底下，这个球被克罗马在篮底下单手灌进。哇，看自己运球失误，又是被克罗马快手抄走，找到小高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投进。乌龙帽目前攻下七分，小安切进去，再给到高景伟，换到另外一侧。对，好对位，好防守的对位上面，在刚刚因为内线的一些劣势造成缩防，所以变成说，外线有投篮的机会，所以现在先把内线的对位先补上，先把这个洞给补上。而且这场比赛克罗马已经五次超节了，蒋玉安这边也是五次超节，那克罗马是今年联盟的超节王。小安这个球出现失误，库萨斯往前一扔，啊，这个球。传球传太远，嗯，太可惜了哈，一个转换快攻的机会。克罗马第六次的超节，而且这个超节又造成。小安，哇，又掉了，又失误了。任何情况，一支球队三节就发生二十一次失误，其实很难领先。对。哇呀，二十二次失误了。高景伟被 double team 找到了表弟 Cousins， 哇，他又发生了威廉斯在篮底下。因为整个防守注意力呢，刚才整个这个球技训练的时候，你的自己有没有随时都要准备好？对，准备好。哇，但这边 Cousins 马上把刚才陈怀安的外线抵消。Cousins， 领到这边先打慢一点。小安收球，外线跳投，现在团队只攻下了61分而已。啊，又是快攻又失误了。那这边的话，小林只能毁掉，但是被小安对于对手的一些弱点，他们的一些特性呢，其实球员反而会记得更清楚。哇，这个看到卡森斯。靠波汉能一个人来扛拉拉山，结果最后打满了五场比赛才饮恨出局。哇，这个球看到高景伟跟阿雅这一边的四二号位的组合，然后让去造成说龙茂去有一个错位可以打到二号位，对，这样子成功的防守哈，其实你是选择性的让谁先上来哦，谁刚上来还是冷的时候，先让他先让他投，对，在比赛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差九分。因为海神将他们失误掉了29分，然后卡森是没办法了，无解的棋题，看起来是不会突破80分。克罗马拖到最后一秒，这是一个决定比赛胜负的跳投。